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、第四段，无方大用。我们看清凉大师的疏钞，六遍十门三昧也用，第一圆明海印三昧门，华严经所说的海印三昧十义，第一条呢，无心能现，为如来三昧法心平等，立住名相，不加功用，而能显现一切诸相。学华严，学一乘佛法，这个海印三昧的十义非常重要。前面跟诸位介绍过，设放一切诸佛如来所设的一切经，都是依海印三昧，无方大用，这就是无量无边的作用，就是现身说法啊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应以什么身得度呢？就现什么身。啊，应该说什么法呢？他就说什么法。所以佛没有身，佛也没有法。如果有身，就不能够啊随心应量了。如果有法呢，就不能够应机说法了。啊，所以第一条里面呢，就给我们说明无心能现的。啊，无心是真心。啊，这个无心是说什么呢？没有妄想心，没有分别心，没有执着心。啊，是说的是这些。如果再要给你细说呢，那就是无量无边啊。啊，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略略举了个例子，就讲了十几种。啊，没有不善的心，没有邪迷心，没有害人的心，啊，没有恶毒心，没有嫉妒心，没有谄取心，乃至于功高我慢，统统都没有。不善的，善的也没有。啊，善不善，统统都没有。那就是真心了。
讲到究竟之处，这个无心呢、啊、不起心不动念呢、啊。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起心动念呢是无明，啊，就是妄想。所有一切善与不善呢，通通从妄想里面变现出来的。妄想起心动念是个根呐、啊，啊。你果然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了，恭喜你，你真的成佛了。啊，到这个时候，你才知道啊，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，虚空世界。世界庄严啊，全是真心所现啊，就是无心能现啊，真心所现呢、啊、跟无心能现是一个意思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自性本具的本能啊，你看佛在经上讲嘛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。啊，这个能现就是德能，相呢相是所现。啊，德是能现，相是所现。啊，智慧是能知能觉。这是自性本具的，要知道啊。所以他说发心平等，这个平等什么呢？佛有，众生有。啊，众生里面讲的十法界，十法界都有。不但呢，这个十法界有情众生有啊，无情众生也有啊。无情众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矿物啊，啊，像植物还是属于生物它有沉住啊，它有这个生老病死啊，动物啊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都算是生物啊。矿物就没有这个现象了，矿物有沉住坏空那我们要问的，矿物有没有智慧德相呢？有啊，矿物是相，相分能现的呢，是无心，就是真心，真心具足能所，具足能知能觉，所以没有一法不具足啊，没有一法不平等啊！啊，这个里面晓得，他无名无相啊，相幻想啊，要知道这个幻想不存在。我们在华严会上啊，
讲了很多很多次了，啊，有没有听懂的呢？没有，啊，怎么知道没听懂呢？因为听懂了啊，你就入了境界了，你就不是凡人了，啊，至少你也是实性位的菩萨了，啊，实性位菩萨是圣人。不是凡人的啊，初性位的菩萨见思烦恼里面的见惑断掉了，虽然没有离开六道轮回，决定不堕三恶道啊，决定没有错误的见解，就是对于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的看法绝对没有错误，圣人啊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到这个境界，那也就是说没听懂啊，啊，只是哎，听说有这么回事情，听说有这么回事情呢，也算不错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阿赖耶是有个种子了，这种子现在不起作用，什么时候起作用？我们的烦恼断了，它就起作用。不再执着身生活，这是见惑里头第一条啊。这个见惑也是无量无边的，世尊说法为了这个方便起见呢，他把它归纳为五大类啊，这第一大类，不再执着身生活。那么你再想想，他会不会执着我所有呢？我都不执着了，怎么会执着我所有？啊，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，啊，我们今天住的这个房子是我所有的。是不是自身之具啊？啊，这些用具啊，通通都是我所有的。初心位没有证到啊，初心位证到了，这些念头没有了。啊，在这个世界什么都随缘，知道什么都不是我的。啊，包括身体。啊，那什么是我呢？灵性是我。这个就对了。啊，不再执着边界了。什么是边界？我们常常讲的，自己跟一切人事物有对立，这个对立的念头就是边界啊，为什么有我有你有他，我不是你他不是我，两边的这个见解是错误的啊。什么是正确的？你看看大乘教里面讲不二法门，不二是正确的，二就错了啊！众生跟佛，众生不是佛，佛不是众生，这个观念错误了。什么是正确的呢？众生就是佛，佛就是众生，生佛不二啊，这正确的。所以给你讲正确的，
你不相信，哪有这种事情啊？众生不是佛，佛不是众生，这是正确的。所以凡夫永远执着错误，不知道正确啊。所以佛家讲正知正见的，我们的见解错误了啊。虽然读了佛经啊，讲的头头是道啊，毛病习气总是改不过来啊，在日用平常当中依然执着，坚固的执着，你是怎么办呢啊？所以说呢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啊，这个事实真相，佛经里面讲的诸法实相，啊，我不知道啊。啊，那么再有成见，成见很深。啊，佛把成见归纳为两大类，一个是因上的，一个是果上的。啊，修因上呢，佛叫戒取见；果上叫见取见，全错了。啊，那个怎么样才不错？哎，你把执着放下，就对了。不再执着了。啊，执着放下，少分。就入华严境界，这是我们讲学华严经啊，你就证到华严经初心位的菩萨。放下一半了，你就证到阿罗汉了。我们这个华严经上讲的六心七心的菩萨，那么如果再能够把分别妄想通通都去掉了啊，都断掉了，那你真的明心见性啊，明心见性就是佛啊。在华严经初住以上了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，就是破一品无名啊，这一分法身，法身菩萨，法身菩萨就是真佛，那不是假佛啊。他无名破了啊，也就是说他再不会起心动念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绝对没有起心动念。这个境界什么叫大般涅槃呢？前面跟诸位说过啊，这是真功夫啊！啊，我们学佛在哪里学？就是在一切境界上，先学不执着，啊，那么你要试试离开这些人事环境，你没地方修啊。莲池大师住窗随笔上有一个故事，啊，对我们来说很有启发性。啊，他记载一位老法师，也是莲池大师的朋友，
住山呢，在山上修行呢，跟这个村里呀、隔绝，不下山呢。多少年呢？二三十年，心地清净的，受人尊敬，有些人上山看到老法师修行这么好，于是离勤法师到城里面呢去讲经，去说法，他答应了。下山之后在城里呀、没有住多久，分别执着统统都起来了，换一句话说，贪嗔痴慢都显现了。所以莲池大师就跟他说，他是一个老修行住山了，几十年不下山了，下山没多久啊，心就动摇了，自己没渡啊，被信徒渡走了。他就问了，是谁呀、哪一个？莲池大师，就是你老兄啊，一句话把他点醒。这说明什么呢？不接触大众啊，你那个定是假的，没有经过考验啊。境界现前呢，自己做不了主了，烦恼习气通通现行啊。真修行，古人说得很好啊，水里面开的莲花有什么了不起吗？很平常，火里面开的莲花才稀奇啊！火里是什么？经过锻炼的。你在红尘里面啊，充满了诱惑，你还不被诱惑你还能守住清净心，真功夫啊。就到这个次第啊，这个大家想想，真难呐、财色名食睡放在面前，能不动心吗？怎么样才能不动心呢？首先晓得是假的啊，所以佛法确实知难行易啊！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呢？不知道事实真相，知道事实真相就不会了。那么对于事实真相说的最透彻、最明白的，无过于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他告诉我们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他告诉我们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不可得里面，你要得。不可得里面，你要起心动念；不可得里面，你要分别执着，那你不叫自找麻烦吗？这就叫迷惑颠倒。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的心永远不动，无心。
啊，无心念，无念呢、啊，绝对不会起心动念。那么来到世间呢，你不是业力来的，因为你没有业，不起心不动念还有什么业呢？啊，起心动念造业，啊，无始业的习气都会现前，不起心不动念没有了，业气消掉了，消尽了，啊，虽有习气不碍事，习气不起作用。那习气决定不爱现身说法，啊，他对觉性有一点障碍，啊，就是你觉得不圆满，但是决定不退转，啊，经中讲的圆正三不退。所以在这个地步的时候是决定不会现，就是决定是无现，所以他能现，他能说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世间，能现能说啊，为什么无现啊？那么在中国出现一个，我们可以说真的是活佛啊，不是假的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能现身，他能说法，为什么？他无心。怎么知道他无心呢？你看他说的几句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那就是无心啊。神秀大师不如他，神秀大师本来啊，他真的他有一物，所以他还有染净，还有能所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有啊，只是比一般人淡一点而已啊，没断呢、啊。啊，你看能大师他断了，啊，我们要学要在这上下功夫，啊，这个经重不重要？不能说重要，也不能说不重要。没开悟之前，做一份参考资料，啊，这就重要了。悟了之后，不重要了。啊，你想想，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啊，无论什么经你念给他听，他全懂了啊，他就能给你讲解。他需不需要经？不需要啊。经在哪里？自性本有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，不离自性呐、啊。那么在此里讲，不离海印三昧呀、啊。啊，他真的海印三昧。啊，海印三昧就是自性本定。啊，就是一般所讲的大般涅槃。本来是无心，
本来是无念，你为什么偏偏起心动念？啊，本来没有名相，本来不加功用，这是上上乘法，对上上跟人说的。啊，我们是什么根基？自己要承认，我们是下下根啊。下下根要不听老人言，你这一生哪有成就呢？啊，所以我们要培养，把自己的根性呢往上提升。啊，那从哪里培养呢？老人是佛菩萨，叫我们从哪里做呢？持戒、修定、开慧，就戒、定、慧三学。你不吃戒怎么行呢？哎呀，戒好难吃啊！这一条我做不到，那一条我做不到。凡是你做不到的，都是你的习气。习气是病啊，戒是药啊。这一条戒就治你这个病。你要不吃不能吃的时候，你这个病永远不能好。啊，不杀生，戒杀生的病。啊，我没有杀生呢。蚊子咬你，你杀不杀它？哎呦，不知不觉一巴掌打下去死了。啊，走路没有看清楚，地上蚂蚁它死了。啊，还有看到不顺眼的人，心里恨。啊，虽然没有杀他，那个杀的念头没有断呐。啊，受了人家的侮辱，怀恨。啊，要想办法报复。这个都是属于杀生，杀生的范围很广大了。啊，你还会有这种念头？啊，那么佛制定这条戒，这条戒叫信德。啊，你今天所作所为是违背了你的信德。啊，佛制定戒律没有别的，无非叫你说回过头来，回归自信呐，你才能见性成佛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提到啊，啊，不许可啊。不是不许可别人，不许可自己。于事处施法里面，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，有对立的念头，这个念头不好。这个念头是边界。啊，是属于见烦恼。那么换句话，障碍你入门啊，华严就入门是粗性位的菩萨，你就永远没法子证得粗性位。所以不能对立了啊，决定不能有控制的念头。那个对立呢，是属于无明；控制呢，是属于
尘沙惑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分别。占有那是执着，啊，这是根呐，无明的根，分别的根，占有的根，这个根不能有啊，要把它拔掉啊。与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，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，不但没有占有，控制都不可以有。你才能持戒，这两个念头没有拔掉，十善五戒你就做不到。啊，所以祖师大德教我们要放下了。放下什么？放下对一切人事物支配的念头，放下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，心就清净了。啊，心要一清净，十善五戒自然去做。为什么呢？自信里头的信德嘛，本有的嘛。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。啊，不妄语，不粘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自信里本有的。只要你把这个啊妄想暂时不谈，就是把这个分别执着放下就没有了，通通去除了。慧能大师24岁开悟啊，五祖一钵传给他了，他受了戒没有？连三规都没有受过啊，啊，一次经没听过啊。黄梅住了8个月，是做苦工啊。啊，那个时候，古时候规矩是这样的：进入佛门，你要想剃度出家了，先跟常住啊做义工。5年啊，修福嘛，啊，你不修福，剃了头之后就去享受，你有多大的福报啊？啊，所以我没有出家之前，到这个寺院里面呢，去做义工，去服务，服务5年，我修福啊，我服务大众，照顾大众5年。然后我出家才有资格接受别人的，别人对我服务啊！你看这个多公平啊，这个才合理呀！啊，自己什么奉献都没有，一下就想别人来供养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都不是这样实现的。为什么呢？你那个完全违背自信。啊，违背心得，那就是自私自利，错了。啊，那么这种错误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，就是你修行的障碍啊，业障啊。啊，怎么消业障呢？服务。啊，我在没有出家之前，啊，在家学佛是受了三规，没受五戒，
只说了三规，在张家大师那说三规。啊，我30岁把工作辞掉了，到普里硬烘毛棚，跟灿云老法师学习啊。啊，那灿老法师就说分配我的工作就是茅棚里面的义工。啊，茅棚很小，连我自己住了5个人。啊，3位出家人，灿云法师、大宗法师、普妙法师，啊，居士呢？我30岁，还有一位70岁的老居士，朱金洲老居士。你想想看吧，所以茅棚里所有的工作，我一个人做。啊，茅棚的清洁。啊，卫生一个人做，我还要去砍柴。啊，水不要挑了，山上有泉水，我们用竹子，啊，把竹子劈开，里面的芥打掉，啊，那个芥子竹子一根接一根，把水引下来，从山上引下来。啊，所以水就不要挑了。啊，我烧饭呐，做厨房啊。啊，我在山上住半年，就做半年。啊，洗衣服、挑粪，啊，一个人干吗？你一家就一个人吗？山上没有电灯，啊，晚上点小蜡烛，所以睡得很早，8点钟就睡觉了，2点钟起床，啊，起床的时候拜佛，啊，做早课。啊，早课做完之后，我就开始煮早餐。啊，灿云法师早晨这个稀饭，他要加豆浆。啊，所以我就学会了，自己磨。晚上晚课做完。啊，就是8点钟之前，把黄豆、花生泡起来，泡一小碗。到早晨的时候了，拿来磨豆浆。啊，那豆浆里面是黄豆跟花生在一起，很香啊，煮在稀饭里面，非常营养。所以我还能做10几个菜呀。啊，有些信徒上山的时候接待啊，厨房我是大厨啊，什么都能做啊。啊，你也不佩服，福报从哪来啊？啊，在利用工这个工作之余，诵经、拜佛。啊，灿云法师要我消业障。每一天规定我拜800拜，啊，早晨拜300拜，晚上拜300拜，啊，在茅棚里晚上不吃饭，他只有早餐，这个中午的午餐，啊，晚上大家都吃。啊，那么中午午餐之后。
拜两百拜，消业障。我在住半年了，拜了十几万拜呀、啊。所以以后离开印和茅棚啊，朱金洲老居士介绍我到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啊，于是我就走上讲经教学的这个路子啊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，住在慈光图书馆，我是慈光图书馆里面的义工啊。那个时候图书馆里面工作人员三个人啊，什么都能做，什么都会做啊。我们说我们能干还比不上我们老师李老师，也是一流的大厨啊。我们只能做十几个菜，他大概能够做一百多样菜啊，样样内行啊。啊，李老师告诉我，单单豆腐他就可以做二十多种不同的花样，豆腐席啊，不但教我们佛法啊，教我们儒学啊，生活方面呢，通通指导啊。我跟他的时候，老人七十岁啊，我好像是三十一岁。他老人家七十岁啊，所以无论在家出家修行，你要不是不能吃苦，不能吃戒，就什么都不能成就啊。所以世尊入灭之前呢，交代后人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所以出家人呢，独立生活 过惯了，不会寂寞啊。一个人能活得下去，李老师他在台中，他是一个人住，住个很小的房子啊。他老人家住的房子大概就是我现在在庞巴地的房子差不多的啊，和此地讲呢1300尺啊，什么都是自己料理，他不让人照顾他，消业障啊！啊，学生那么多，俱疲啊，每一天自己烧饭，自己洗衣服啊，到什么时候才要人才接受别人替他做呢？95岁，95岁的时候，同学要求他才点头答应了。95岁之前都是自己料理。这个说什么？说明身体健康，哎，有能力做啊。95岁之后啊，两次食物中毒啊，身体一下摔下去了，接受两个同学照顾他。你看以前小房子里面生活一个人干，现在两个年轻人干啊，
两个年轻人不如一个老人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修学成就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啊。现在年轻人这样的生活他过不了啊，他认为太苦了，他还会有什么成就？啊，越来越艰难了，怕苦吗？啊，从小没吃过苦，所以怕。啊，我们遇到这个环境啊，生活在中日抗战期间当中，那个生活非常苦啊，所以我是从十岁开始，父母就训练我啊，烧饭、洗衣服、做家事啊。为什么呢？战争当中，一下的时候，一个战争打下来，可能家破人亡，你一个人要能活得下去。所以要受严格的生活训练啊，你自己能照顾自己啊，这是战争逼出来的。你要不学的时候，谁都不能没法子保障你啊。逃难的时候啊，举目无亲啊，所以自己什么都要会。啊，我们现在把这些故事讲给人听的。啊，给自己做做，给大家做参考。啊，在生活环境里面，培养出大慈悲心的，看到众生可怜的，流连失所。啊，我们自己年轻看到可怜的人，还能够帮助他照顾他，积一点福德啊，从小就要学忍辱，你不能忍你就活不下去。啊，正在实际环境里面锻炼出来的嘛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提倡的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《沙弥律》，这是儒释道的基础啊！你去看看，你是不是通通都能做到？啊，跟你讲呢，这是信的，你自己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！现在怎么学坏了？啊，不是你有心学的，无意学的，为什么呢？环境。卧习气在熏习，你每天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，啊，长时间的熏习，把自己的善根福德了，通通障碍住、盖覆住了，啊，智慧没有了，德能没有了，相好。幸亏总是过去生中有一点善根啊，这一生你遇到佛法，如果不遇到佛法，一直这样被卧习气熏染下去，你来生的前途是三恶道啊！啊，人天没份呢 啊！为什么？你打开十善业，中品十善。来生还能得人身，那么换句话，十善业展开，
你把十善业道经念一遍，你自己能不能做到一半？一半没有把握，要做到60%、70%，算是中品。来生呢，不是人生，不容易啊。那为什么做不到呢？就是你没有更下面的基础啊，那就是感应篇给弟子规啊，这是做人的基础啊。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啊，学习弟子规是学做人，我们本来做人就是这样子，不学弟子规就是不学做人呐。那不学做人呢，那就到三途去了啊，魔鬼地狱畜生就三途去了。你要不要做人？你要做人就不能不学弟子规，不能不学感应篇，是善意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